咱们俩其实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。你的性格呢？你的性格呢，表面上是很开朗的，但实际上，你心里是很敏感和脆弱的。我也不知道你这种脆弱和敏感是你天生的呢，还是跟你的过去有关。总之，我觉得茫茫人海中我们能走到一起。 能住在一间房子里头，我觉得是一种缘分。我很珍惜这份缘分。从你第一天拎着箱子到我们家来，我真的把你当做我们家的一员了。所以，我不管你开心也好，不开心也好，我觉着我身上有一种责任和义务，来为你分担些什么。 但愿我这种想法不会让你觉得很多余。好了，太晚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也回去睡了。我就在隔壁啊，有什么事你叫我。叔，你明天下班以后有空吗？有空啊，当然有空了。 那你能陪我去见一个人吗？什么人啊？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。你不会是因为我刚才说那些话，把你给感动了？你要带我去见你父母吧？说正经的呢，你去不去？去，打死都去。谢谢你，祝。